莫因善小而不为，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冰山一角，而今天哪怕我们有一点点的力量，我真的希望今天接下来的拍卖会，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尽一份绵力，因为我相信接下来的每一个款项，我们都会帮助到真正需要的人。哪一位慈善家开一个奖来？拿到 Kenny 18万新币 ，Mr. David Yo 20万新币，22万新币 ，Mr. Simon Wong 陈教，26万新币，陈文义先生 ，Mr. Victor Tan 26万 ，Miss Cody On 32万，28万新币拜粉丁，26万新币朱叶青。金英大哥38万新币，拿到田林王39万，成就。48万，48万新币，成就。50万，50万 VCVC， 成就。52万新币，我们的陈总，成交。FND 72万 ，FND 72万，成交。77万，邱彦豪，成交。周丽95万，成交。雷碧优100万，108万 Mr. Jolly， 128万 Celeste， 138万林静莹大哥，158万美亚，160万 William Chua， 165万33，180万 Andy Shaw， David Yo 188万，200万 Lim Wen Hong， 250万 Mr. Lim Wen Hong， 成交。我很感恩，真的很感恩，也很感动，真的非常感动。一场这么短的时间里面，筹到的善额啊，800多万，这是从来我没有在一个任何一个地方、任何一个社团、任何一个企业，我能够看到的奇迹。这就是RIWAY。